第五間教會撒迪，撒迪和最後的老底家是被上帝罵得最厲害的。 OK， 你要寫信給撒迪教會的使者說，那有上帝的七靈和七火星這樣說，我知道你的行為，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，實際上你是死的。即是名義上可能即當時社會地位都 挺高的，但是實際上是死的。你要警醒堅固那些剩下快要死的，因為我發現你的行為在我上帝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。嗱，呢個完全唔係當緊 perfect 嘅，即係所謂完全咧，即係冇成熟過。即係話其實呢個人咧，即係你生個 BB， 個 BB 會曉成長噶嘛？呢個佢沒有一樣完全，即係個 BB 唔識成長啊！即係呢個 BB 係冇生命嘅。但係咧喺呢間咁差嘅撒迪教會裏邊咧，都有正少少啊！上帝仍然呼召佢啊，叫佢哋去回轉。所以要記得你所領受、所聽見的，要遵守又要悔改，因為悔改呢個字基本上每間教會都是不斷重複的，即係佢衰嗰啲。即係我覺得上帝你要真係欣賞上帝嗰種憐憫啊！即係你記得上次我哋講彼得後書最後彼得最後嗰樣嘢，佢就死噶啦。佢講咩咧？佢話即係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佢話唔係上帝唔翻嚟審判，而係上帝有呢個憐憫，希望眾人都會悔改。你發覺你去到啟示錄呢個悔改呢個字眼咧，真係不斷嘅重複。你若不警醒，我必如賊一樣來到。我幾時來到你那裡，你絕不會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還有幾位未曾沾污自己衣服的，他們會穿白衣與我同行，因為他們是配穿的。嗱，即係如果你就咁讀啟示錄，唔讀保羅書信咧，你真係以為咧，我哋得救咧係憑行為嘅，係嘛？但係我哋整體睇完成本新約聖經，我哋知道係憑恩典，係靠係因信稱義嘅。不過呢個信心咧係有極其大嘅生命力，以致咧呢個信心咧係會創造一種生命咧，係配穿上帝最後俾我哋嘅白衣。唔會哇！你咁都基督徒啊？即唔會發生嘅呢件事。當上帝嚟審判呢個世界嘅人嘅時候咧，跟住話好基督徒嘅名冊出嚟啦，這個一個唔會有人想嚇咁你都得啊？你知道我哋有時會講噶嘛？係啊，因為因信稱義啊嘛，傻仔，唔會發生嘅。即你去到個名行到出去，係啦係啦，我都知道佢係基督徒噶啦。佢就係同我冇唔同，我嗰陣時係咁屈佢嘅，佢係抵入去。即我哋。點樣去 balance？ 其實冇得 balance， 就係兩者咧都要兼備，兩者都兼容。我哋嘅得救完全係因著信，一係靠著恩典因著信。但係另外一個這個信心咧係極其有大力嘅。得勝的必穿白衣，你也不要，我也不從生命冊上塗去他的名字。我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宣認他的名。你又唔好，有啲人咧會用呢節聖經話：喂，乜嗰個名冊上嗰啲名仲可以塗嘅咩？唔係上帝有本生命冊係嘛？即係上帝揀選咗我就唔會塗噶。你唔可以將系統神學同聖經神學咧兩個撈埋嘅。呢個講緊聖經神學，即係畫緊個圖畫俾你聽。即係你唔好以為你自己係喎，上帝可以將你個名除去，或者因為你唔悔改，因為你唔忠心於佢咧。其實你與佢無分，這個是用這個聖經神學去看的。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你要寫信給腓拉鐵腓教會的使者說，第六，那神聖真實的拿著大衛約匙的，開了就沒有人能關，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樣說。這個主要是正面嘅，冇負面嘅。我知道你的行為，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給了你一個敞開的門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沒有否認我的名。如果你去睇英文咧，你會清楚啦。You have little strength， 唔係話你有一點力量，係我知道你力量好薄弱，係一個好薄弱嘅教會嚟嘅。OK，I know you have little strength。不過你仍然遵守了我的道，
没有否认我的名。我哋所以我哋唔惊咧穷嘅，我哋唔惊我哋势孤力弱嘅。啊，总之你持守，上帝话 I know， 我知道嘅。佢唔使你做啲轰天即系改变社会啊，即系要乜嘢嘅嘢。但系你可以坚忍嘅话咧，上帝知道 you are of little strength， 但系你遵守我命，你冇否认我命。那属撒旦会堂自称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而是绝方的人。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。因为我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，道咧系坚忍嘅，系要持久嘅，系辛苦嘅，喺辛苦里面咧去坚忍嘅。我也必在普天之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受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从使他在我上帝的殿中作处置。你在这个殿有份，你会成为这个殿的一部分。他必不再从那里出来。我又要把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，从天上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和我的新名写在他的上面。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向众教会所写的信。最后一间衰了老底家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位阿门诚信真实的见证人，上帝创造根源的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既然你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我想大家都好熟呢段圣经啊，好多时候话温水要吐出去。其实佢讲嘅咩咧？咁佢又唔系讲紧你唔够热啊，唔够火热啊。咁如果系咁，点解不冷又好咧？咁呢个圣经学者通常相信咧，老底家系一个好繁荣嘅地方嚟嘅。不过老底家咧有一样嘢，老底家人自己都觉得有少少自卑嘅，就系佢啲水源唔得。OK， 老底家隔篱附近咧有两个城市咧系冇老底家咁威嘅，但系佢两个城市里面咧都有特别嘅水源，一个咧有温泉啊，咁有啲药用嘅效果；另外一个咧系有即系 refreshing mountain， 即系嗰啲即系喺山上嗰啲咧冻嘅水啊，咁啊所以。好舒服嘅飲咗嚇，咁因為老底家咧係冇水源，所以老底家嘅水咧要由嗰個熱，即係個温泉嗰度咧傳過嚟，咁啊要用嗰啲 tube 啦嚇，咁跟住傳到佢哋嗰度咧已經係温水啦，咁同埋嗰啲 tube 又唔係咁好啦，係嘛？所以啲水去到佢哋嗰度咧係唔好飲嘅，甚至咧老底家自己嘅人咧飲咗啖水都想吐出嚟嘅。於是咧，即係呢個聖經學者嘅猜想啦，或者即係推測啦，就係佢約翰用咗呢個比喻話俾你聽，你自己知道你哋有啲嘢咧係污糟邋遢，你知道有啲嘢咧，你自己啲水你自己都頂唔順嘅。我話聽，上帝好頂唔順你哋。OK， 咁就唔係因為佢不冷不熱，唔係話冷咗就 OK， 熱咗又好，唔係。OK， 係講到佢哋當中嘅問題，佢嘅問題係咩咧？啊，第十七節，你又死啦！十七節的問題是什麼？你說我是富足的，我已經發了財，一樣都不缺，卻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黑眼、赤貧的。如果我剛才跟你說，七間教會裡面有兩間被上帝頂得很厲害的，就是因為他們有錢。當然我不可以一足高但是打一船人、okay? 但是你要明白，有錢呢今生人富足咧，系一件好大好大嘅挑战。你话唔系喎，林牧师，我 handle 得几好？你以为咧？你以为咧？你以为你 handle 得好？圣经不断重复话俾你听，富足嘅人咧，系一个好危险嘅属灵嘅状态里面。富足嘅教会咧，就更加危险啦。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炼出来的金子，使你富足。火中锻炼出来的金子咧，我谂系讲紧信心。如果你即系你，如果你谂翻起彼得前书，系讲紧你嘅信心经过火试炼变为纯金。即系话呢班富足嘅人咧，我估啦，通常富足嘅人咧都系惊做惊穷啦，系嘛？跟住又惊做
受逼迫啦。而呢種驚嘅心態就會令佢哋咧去盡量去避免嗰啲嘢。你信唔信由你啊？你會盡量避免，咁你避免你冇啊冇啊冇逼迫喎，冇逼迫咁你自己選擇噶嘛。你選擇唔被逼迫，咪唔逼迫咯。但係因為咁嘅緣故，佢根本冇一個鍛鍊。佢話你哋要從火中鍛鍊出嚟啲金子，你同我買啊。跟住又話你要買白衣穿上，使你赤身的恥辱羞恥不露出來。最後買眼藥塗你眼睛，因為你係黑眼嘅。哇！即係你我成日都覺得咧，我哋睇完呢啲咁嘅聖經咧，你都知道翻屋企你點幫我哋教會祈禱噶啦，係嘛？我覺得我哋教會每個祈禱會都應該祈呢啲嘢嘅，係嘛？因為食中啦，即係中曬啦，係嘛？但係我哋又唔會祈呢啲嘢嘅喎。但我哋越唔祈呢啲嘢，係咪越代表我哋就麻麻地咧？因為呢個好難去，即係我哋點去諗咧？但係大家真係要 take 聖經 seriously。凡我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，所以你要发热也要悔过上帝，尽仍然都是爱这间教会，叫他们悔改。我希望上帝都疼爱我们，我不知道怎么降灾给我们，就是怎么管教我们，但是谁可以跟上帝说我不需要你管教呢，因为我已经很好了，谁可以这样说？还是我们真的要求上帝去好好地管教，不要放弃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不要放弃我们去管教我哋，使我哋发热，使我哋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，我必进他那里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吃饭。这个不是讲紧全福音的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。有耳朵都应该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系总结，我都系去翻呢三点。日期近了，君王来了。喺呢个末世嘅时候里边，有三样嘢，我哋系不断要去挣扎，要去面对。我哋需要为教会祈祷，教会要有纯正嘅真道。我哋要把持住福音嘅核心。信不信由你，这个咧真系一件大件事嚟嘅。信不信由你，今天教会咧真系好缺乏纯正真道。信不信由你，今天咧。我哋嘅神学院又好啦，我哋宣教机构又好啦，我哋基督徒嘅基督教机构又好啦，教会又好啦，其实我哋嘅真理嘅根基系越嚟越弱嘅，信不信由你。嗱，好多时候人哋话会话俾你知咧，喺神学院啲嘢咧，大概要即系喺大学里边啲嘢咧，大概要二三十年嘅先流通到民间嘅。所以你而家觉得我哋仲 OK 咧，你未知啫，因为有啲嘢已经系孕育紧喺嗰度啊 ，boy 嘅。去到十零廿年咧，落翻嚟教會，你係睇到嗰樣嘢咧，點去影響教會？第二樣我哋好需要嘅，我哋真係需要有個生命咧，係與福音相稱，唔係玩下嘢喺度，即係聽少少啊，金句式啊，上帝幫我，上帝愛我。第三，我哋當中都不缺啊，即係信主信得耐嘅啦，係嘛？即係話通常都係不缺啊，都已經失去咗起初嘅愛嘅啦。咁你必須要悔改。要爱慕这个福音是不断的成长，不要冲淡那杯咖啡，要真心的去向上主悔改祈求。最后完的时候，我想读多几节圣经给大家，就是启示录最终第二十一章里面的，我想你看看个结局。你当你读完那七间教会，跟着那七间教会就去到这个新天新地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郎新娘打扮整齐等待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说，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和他们同住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过去了。呢节圣经你去得多，安息礼拜你都听好多次，但呢节圣经讲紧边个啊？得胜的，我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那些眼泪是什么？
唔係洗老豆嗰啲眼淚喎。佢係講緊咩啊？受逼迫忍耐守住個信嗰、那個忍耐，我必擦去他們的眼淚，再唔會有死亡，因為佢哋已經死咗啦嘛。佢已經佢不要再怕第二次嘅死亡啦嘛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哀嚎。之前嘅事，你逼迫嘅事已經過去。那位坐在寶上的説：看啊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。他又說：你要寫下來，因為這些事是可靠、可信靠的，是真實。It's true. It's all true. It's all true。他又對我說：成了。約翰呢，之前在約翰福音咪寫成了嘅，那個成了同呢個咧成為一對。耶穌嘅成了係為咗帶我哋去到最終嘅成了。耶穌嘅成了創造咗一個復活嘅群體，呢、這個群體會喺世界上演一場巨大嘅好戲。嗰場好戲就係喺眾多嘅患難嘅當中、逼迫嘅當中，佢堅忍到底，以致佢哋去到呢個最後嘅成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門家，我是開始的，我是終結的。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，得胜的要承继这些为业。我要作他的上帝，他要作我的儿子。至于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、一切说谎话的人，他们要在烧在硫磺火湖里有份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可能你我唔知你睇呢個 list 嘅時候，你會點覺得自己？我覺得，哎，我哋又唔係嗰啲啊可憎啊殺人啊淫亂啊，但我哋好可能係個膽怯嘅、妥協嘅、拜偶像嘅、説謊話，即係冇去真心真意完全去投入上帝嘅。啟示錄俾我哋一個好大好大嘅警告。嗱，當你去睇到最後呢幾次嘅時候咧，你有咩感覺咧？我話俾你聽，我嘅感覺咧，我嘅感覺咧就係我好想去嗰度。我感覺咧，睇完啟示錄，尤其睇到最後嗰個嘢，就係話 ：God take me there, I want to go there。無論呢個旅程要花費幾大嘅犧牲 ，take me there， 我想同呢個新嘅世界有份。願我哋呢度每一個人都同呢個新嘅世界有份。OK， 我做一個祈禱，跟住我哋可以分組祈禱完。我哋天父，我哋花咗好多嘅時間，但其實我哋又淨係花咗好少嘅時間。你本聖經係要不斷讀完又讀，當中嘅美麗彰顯咗你自己嘅榮耀。你係一個聖潔忌邪嘅上帝，但係當你面對呢一班去離經叛道去曲解聖經，甚至走向自己的滅亡、貪愛世界人，你竟然不斷地跟他們說，叫他們回轉、回轉、回轉。主啊，巴不得我們這裡每一個人都回轉，而我們的回轉亦都引帶領到整個教會去回轉，帶領到整個教會去宣揚一個回轉的福音。主啊，幫助我們，幫助我們成為一個回轉的教會，幫助我們成為一個傳揚回轉的教會。哦，主啊，即系带我哋 take us there， 带我哋进入最后嗰个，你必擦掉我哋所有嘅眼泪，让我哋完全嘅信靠你。无论当中我哋要献上几多嘅牺牲 ，take us there， 因为我哋想要与你有份，永远嘅有份。祝福我哋嘅教会，我哋咁样祈祷。